那这是超级特别的，有看到吗？来到这边，高雄，超级推荐这一家。嗯，来叫有鲈鱼嘛？有鲈鱼、金目鲈、石斑、国鱼、鲈鱼，很多种，然后量很多，老板很佛心，就放了超多鱼。老板是没在赚钱的，真的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还跟着阿莫老师。那听说阿莫老师这次又会教我们两个新的特别方法，超特别，奇奇怪怪的玩法。听说是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不多说了，那我们大家就 Let's go， S 罗出来了，开始，好，就开始。等一下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阿卢，阿卢请假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卢，漂亮。这是什么卢啊？你是加州卢，只是色的关系。哦，没那么黑，没那么亮。好夸张哦，夸张。来更下去，就一只。哦，等一下，这又发生什么事？又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鲈，小鲈鱼，拜拜，嘿，小草包，好夸张，好夸张，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这秋楼真的有差这么多吗？我也往里面丢啊，然后他就丢我前面这边，然后我丢龙眼这边，那就两只，好猛，真的太强了。你看飘的是谁？那个我用道具啊，那个必须直接勾几条勾的。哦，鸡头勾 yummy fish， 好，又有了，好小，好可爱啊，超小，这也太小了吧，好可爱啊，所以它的赛制尺寸差很多，快了，我们再一次，连三了，好夸张啊 ，OK， 亲眼见证阿猫神机了，哦，又有了，康。combo 打起来，哈哈，好，来 combo 打起来，每一杆都有一只，好夸张哦。所以老板有放鱼，鱼健康，活力好，不是，加油。骷髅啊，骷髅的杀气，不真的太夸张了吧？下去看到都不敢不摇。哦，好，要 combo 是不是连六？见证奇迹的时候，没有了，好，断掉了，养不起来，都没关系，都可以，就在下面这样游。这什么？这哪一招啊？八字，八字刀。哦，急速产生泡泡。哦，我靠！这到底是哪一招啊？我真的觉得太强了。是这个词？你是真的把它当玩具在玩？被手上一直晃一晃，再次再次。刚刚那是什么鱼？就是因为你一直绕的时候，它好像鱼在里面追。可是你不是有竿头，不是插它会看到？没插，竿头插水没插，因为它会扫那个水声，就像鱼在追的声音。就是像鱼在追的声音。可是它不看一根在那边，它会觉得怪怪的吗？对呀，就算你碰到它都没关系。是假的。不要这样划，要把速度不要太快。速度不要太快，慢。那前面线流多少？现在流大概短一点，大概50公分就好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开始八字哦。要八字哦。那有如果鱼有靠的时候没有？你看这样子掉一掉，吃过去，然后就这样拉。你觉得鱼有吃，但是它没有吃到饵。嗯。或者说它这样追过来，已经看到，说它没有吃，它就这样绕。哦。它要把鱼再诱过来。哦。这样绕。我再跟你讲，如果是我们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一定被网友评。
正闹，可是高手他就不一样，有起鱼就是不一样，真的。绕一绕就是这样，有起鱼哦。一开始都觉得好像这是什么，都看不懂，但是你只要绕一绕有起鱼就。打的，看一个人在那边按点绕，绕起来，龙远绕起来，有，快一点哎，对啊，小哎，再绕，继续绕。如何第一次钓八十就上手？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个，对啊。绕一绕，有鱼一直咬，后面十几条都被鱼吃到，真的，这画面也蛮有趣的。我在岸边呐，看谁画的八比漂亮。半只，哇！知道半只吗？有。哦，有了。好吧。好吧。怎么？直接放。有啊。好啊。来吧。爸。那就好，没有成就感了。哦，怎么默默的就中了？你太默默了吧？哦，这只感觉。小卢。好，那今天呢？它在岸边浮台下面是空的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都会躲在里面。那我们怎么把它诱出来呢？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叫做八字绕法。那我们使用的呢是这个 jig 加上踢尾鱼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怎么绕。来，我们丢里面看看有没有。先丢里面。对，先丢里面。塞坑。先往里面丢就好了。我先拿起来。我们就留跟杆子一样长。好，先留跟杆子一样长。好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水煮手先拿起来。然后往里面。往里面丢，然后就把你手放开，丢进去，手放开。哦。这样抽，这样拉出来。对，像这样子。对，就像这样，丢进去。有了。哦，有了。漂亮。抖出来了。好，这次感觉，哦哟。哎呀，怎么又掉？来，没关系，鱼掉了，快点。一个连续器有没有？就看我们的小鱼在这里，有没有？像一只小鱼一样在这里，对，这样绕。有了，哦，有了，塞康，有，塞康战术。哇，不小，好，那拉起来，小心绕。好，那我赶快补箱。对，塞康战术。OK， 爸爸爸，包子老板，老板是塞康，我说用塞康方式，然后桶康的方式，噔噔 ，OK， 好，哎，快绕，钓鱼就是练机会到。我要玩老鹰。你刚八字没有钓到吗？我都是丢你。你八字太轻，八字太轻，八字太轻。啊，痛康。然后抖。我觉得这其实今天排的行程蛮不错。哦，你绕的吗？没有，痛。冲看哦，赶快！要换个靴是不是？靴掉3.0。靴掉我换。掉了。哎，掉了。哎，超级不务正业。哦，中了。哦哦。快，不像。哎，没有掉。是哟。小卢，这还蛮舒压的。有些一些宝，哇，来吧，好。这样，哦，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
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